在这边玩分钟。不要紧张。他家也有啊？他家也有充电器的。那老鼠掉来吃啊？怎么吃啊？杀干净可以来炒啊，炒来配酒的还好吃嘞。这样的？今天晚上电到你就，我们就在那里把毛扒来了烤一下，好不好？烤来穿。嗯。试一下，我没吃过老鼠肉哎。老鼠肉是好吃，但是烤过没烤过？不怕，烤来吃一下。我直播住才有效果。哦。电到来我们就去杀号。我没吃过老鼠肉哎。你在直播啊？直播做，不怕的，没事的。好久没播，人少。你们怎么今天突然坐在那里开始喝酒了啦？都不懂，他们吃。我一看他们，都一个都你老婆我都没见过他喝酒的，第一次见他喝酒，少啊，人头啊什么全端起来喝的。一般很少，我都没从来没见过。这夜景其实你来来这里这里、晚上这里这个灯开起来是浪费啊！我说实话哈，就这个，对，特别喷这个水。这雾看来真的是浪费。这是拿机器来喷的哈。对呀、没有，你假如说这个逢年过节的话搞一搞，平时喷真的是浪费。是浪费，说真的。又没人看的。是。你弄来这边谁看？是啊，喷给鬼看。你要在城中间还有个。啊，对。你假如说整在那个向前纪念馆那里哈。那搞到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鬼来看这个东西啊，这是浪费钱。有多少个人陪你了？我这还没刚开，还看的人不多，大伙才会多。现在很少人了。好久没播就那个就没什么了，我出去播一段时间就人多，在家里窝着呗，要么不播，要么播也是吹牛皮，不刺激嘛，不好玩嘛。这样带你去抓老鼠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晚上哈，带着手电去山上乱转，好多人看。我愿意真的。那你下次带你去到处乱转。就我们以前说抓鬼嘛。就拿着手电筒，就乱跑，还很多人看，很多人看。
抓来烤好51斤带来厦门给我怎么样？我们自己烤来吃，还是带给你吃？真的是，不行，你在厦门哪里啊？我都没吃过老鼠肉，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老鼠肉要来炒才好吃，很好吃啊。哎，八大缸里面就不是有一个老鼠缸吗？是，我没吃过哎。不过八大缸里面的老鼠缸，它基本上是田鼠啊，或者是养的，啊，养的为主。岛内啊，你在厦门岛内吗？你是厦门本地人吗？不行。你是哪里人？南平的啊，南平好地方。来抓老鼠啊！到哪里了？到一个坟场了。我们来抓老鼠，探灵啊，兄弟们，比探灵更刺激。卧槽，这个手电是他妈亮的！来抓老鼠。我也买他一个这种电筒了。是。这个给你。啊。我来接，看看哪里出的头。这个里有。小，我把手机放好了。我操，这里好多。这里好多老鼠啊！哦，这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啦？怎么在动啊？吓死我了！我操！鸡呀！我操他妈！把我吓！这一排的，这公鸡还好，那母鸡看着真的吓人！我操！
吓死我了！我说是有什么东西在动，我以为是老鼠。我这么一看，他妈站一排鸡的哦，这一排哦，一个公鸡和其他母鸡。我以为是什么东西，我以为黄鼠狼还是什么，这么多。搞笑不？老鼠可以抓得好，兄弟们。主要是这边老鼠太多了，会偷吃粮食，把它抓起来，抓起来我们自己吃。搞只鸡下山，鸡自己养的。欢迎小鸭。好，抓老鼠啊，兄弟们，那老鼠把我们家粮食全部吃完啊，就把它抓到抓住了。抓老鼠。欢迎中队哥。对，用电。不然抓不住。先检查一下线路。欢迎中队哥，中队哥晚上好。感谢中队哥的抽奖，中队哥大姐。专业啊，那必须专业啊，天天猪饲料鸡饲料都被老鼠吃完了，再不抓掉它。猪都没得东西吃了，肯定要抓。感谢中队哥，感谢中队哥，欢迎教授。扒完皮吃，是怎么吃了？啊？怎么吃？就把毛扒掉就可以哈，拿开水烫哈。就把毛拿开水烫，兄弟们，烫完了以后，烫完了以后就那个呗，就把它杀。待会我这个大哥会做的，我这个大哥专业抓老鼠的，然后就可以烤着吃，炒着吃都可以。挨到地啊、哦！当然是连皮烧着吃，好吃。你们有吃过吗？不是，我在跟直播间说，我还没有吃过老鼠。现在先检查线路。小时候经常搞，现在没有了。这样的。我可以啊，人踩到没事吧？没事，这自己家农场哎，想怎么搞怎么搞，人踩到电不到哈。抓老鼠，抓老鼠。
现在检查线路，马上通电，然后我们就聊天吹牛逼，老鼠打到了就会响的嘎嘎嘎的叫的。好，可以。这里怎么线松掉了？跳起来了，看起来很专业。我操，专业的啦！别的村里面他们那个守粮食的会请我这个大哥去抓的，抓一天500块钱，抓一晚上500块钱，真的不骗你的，他专业抓的。欢迎 T 哥，欢迎 T 哥。请听你这一回合以后。好。我都被咬过。我不然咬了浪掉好久。我去海南，海南很多。海南。嗯，超级多的这个东西。多久开电闸？马上，刚才信号卡了一下，先把线路检查好，然后就开起来。你们刷新啊，刚才直播卡了一下子。这老鼠大不大？也不是很大，有半斤吧？很少，应该几两吧，有的有半斤。那猪圈里面的就有，它会出来吗？猪圈里面的煤气拉里面去哦，煤气赶它，有去赶，来赶它出来。到猪圈里面就有，这个可能猪都能电死哈，这个啊，电不死，电晕哎，有没有？这个老鼠都电不死，就电麻，麻掉因为它还活的，电不死的。这个我们的电压很低的，它这种，我们不能就没本事去玩高压，高压会怕。嗯，是。我们这个东西鱼。我不是说他天天给我们偷吃饲料，我们懒得去弄他。那、嗯、是的。
欢迎练哥，练哥晚上好。兄弟们，你们想看抓老鼠，还是想看我们带你去山上乱逛啊？啊，兄弟们，想不想去山上乱逛？大半夜的，有惊喜的啦，会有鬼耶，会有女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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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感谢中队哥的抽奖，中队哥大谢。兄弟们，信号是好吗？你们卡不卡呀？可能偶尔也会卡一下哈。信号卡不卡，兄弟们？信号卡不卡呀？马上开店。我没吃过老鼠肉，我第一次跟着来玩，抓老鼠。出货了吗？还没有啊，因为过年这段时间没有抓它，然后马上又有养猪了，又有饲料抬来。猪圈里的饲料就会被它吃掉，那老鼠他妈的很讨厌，它会把袋子咬破，然后那个饲料就硬化掉，所以就要不定时的抓。好久没有抓，所以把线路要检查一下，检查好了就通电了。感谢黑粉中队哥的抽奖礼物。信号卡吗，兄弟们？不卡是吧？我怎么感觉信号有点卡呀，我操，你们打个阿黄。有点信号卡，兄弟们。这里可能好一点，这里不卡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吧，等着抓到了再那个。那边信号有点卡，这里可能会好一点。他在检查线路，线路检查好了就可以抓了，就可以通电了。我知道，我这边看，我大概看得住，这边就好一点，这边就好一点。等一下开稿啊，连接上直接断开啊，刷新一下就好了。山里面都没信号的，在这个飞机一经过就会卡，刚才有辆飞机经过了就卡了。感谢中队哥的抽奖，
兄弟们，一毛的人都凑一凑啊，过个二星。你们有吃过老鼠肉吗？我还没有吃过老鼠肉。等电通了，我们就可以聊天了。好几天没来搞什么节目，抓老鼠。直播抓老鼠啊！我有野鸡在叫哎，听，有野鸡在叫。感谢中队哥，感谢中队哥的抽奖。野鸡不敢抓，老鼠敢抓。我那大哥检查线路去了，线路检查好就可以通电了，通电了就开搞就完了。感谢腾讯电脑维修。竹鼠抓完了，抓老鼠啊，竹鼠是没在这里，它这个老鼠主要会吃饲料，山老鼠很多。爬来爬去的，我还没抓过。他说他上次抓到了，过年前抓了一次。等一下我们就开抓就完了。欢迎朱哥，朱哥晚上好。感谢中队哥的抽奖，感谢中队哥，中队哥大气。欢迎朱哥，感谢朱哥。朱哥今天晚上节目很精彩，荒山野岭瞎逛。灯光是队友还是敌人？队友哎，队友再去找这个路线啊，因为好久没有抓那个老鼠了，他那个铁丝会拖到地，或拖到地那个就会一直响，知道吧？等他不拖到地，要去检查一下。老鼠大补，我都没吃过老鼠哎，今天晚上抓来我们就吃好不好？抓来我们就烤着吃。我没吃过老鼠的，第一次来抓，抓也没抓过老鼠。抓老鼠啊！你们有直播间里有吃过老鼠的大哥吗？你看这里有一排鸡啊，我操，看到吗？鸡睡觉了，都蹲在这个木头上面睡觉的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鸡，看到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鸡，这是公鸡，母鸡它不管的，有一个鸡放哨的，看到吧？看到吧？有一个鸡是放哨的，就是这个鸡，这一个鸡的头，它过来看，其他的鸡睡觉的，它都不知道我在旁边的，你看。所以动物也很搞笑，你看哦，你看我一过来，鸡在睡觉哎，这一只是公鸡，其他是母鸡。被吵起来了，
这晚上鸡翅不会动哈。要通电了，兄弟们。感谢中队哥的抽奖，中队哥大气。感谢中队哥。要接电了。某音有个播抓老鼠的，人气挺高的，那要抓得到就有人看，很刺激，抓不到就没人看了。哎，抖音上真的有人抓老鼠直播，人气很高的，很多人看，看到吗？抓老鼠的机器。要通电了。要是天天有的抓得住时，很多人看这种的，很刺激。那天天抓的有的话，那我们逐渐就往翘翘了，对。感谢中队哥，中队哥大气。你们猜一下，我们今天晚上能抓得到吗，兄弟们？你们猜一下，猜一下我们今天能抓得到吗，兄弟吧？这里会卡信号，猪圈挡住了，可能是那边会卡信号，兄弟们，猪圈会挡住信号，这个山里面信号有点弱，我站在这里就可以。现在不卡了，刚才会卡。那边有一点挡信号，低电压电不死，把它电晕。感谢中队哥，电脑哇！感谢中队哥的一个山水初逢啊，兄弟们，大家把人头凑一下，中队哥抽奖抽出来的一个山水初逢啊，牛批啊！中队哥带起，感谢中队哥。中队哥大气，感谢中队哥的五手小画家。那边有一点卡，我过去的话，我就在这里给你们看住了。狼哥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最近没什么东西播，天天下雨。本来我去厦门，然后下大雨，每天都在下，去了也。播不了，我就没去了，在家里玩。你们是不是都已经上班了吧？都，对吧？兄弟们，人头还差三个，有人头的帮我凑一下，人头凑一凑，人头凑一凑，艾特一下那个。路飞啊，兄弟们，不想哈，就好，就说明是好的呗。
香哦。嗯。是有抓到吗？不是，不然会被哪里碰到。都一两个小时了。什么一两个小时？电压够12伏呗。怎么会响了？不都检查了一遍吗？这是什么在叫？猫头鹰。水鸡。猫头鹰。在哪里？上面有猫头鹰。怎么回事呢？不是我们都检查了一遍吗？是啊，我也不懂。再检查一遍。不用，不用检。就这样也一样，电脑都好。不懂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本来应该是不响的哈，电到了才会在叫呗。欢迎金姐，金姐人头凑一个。也是很大大的，然后你不要到处跑啊。嗯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应该还是不会跑的。抓老鼠啊，兄弟们，电什么鱼了？电鱼不能电了啊。抓老鼠，抓老鼠！兄弟们，人头差两个，凑一下，谢谢大家。马上抓到老鼠，烤着吃。抓老鼠，金姐你好啊。哎呀，吃了饭没事做，就是玩。这娱乐，为民除害，抓老鼠。什么原因？没电了，在哪电？在自己家猪圈边上，田埂里面。
猫头鹰会捉鸡吃吗？嗯，它会抓鸡吃吗？猫头鹰啊，嗯，会耶。我这里放了好多猫头鹰了，被我了，就经常跑到猪圈里了。不是，我别人抓了，我给他买来的，买来就放了。哦，他会把其他的这个老鼠来抓掉哈。嗯，我特地去买来放的。怪事，妈的，哪一家？怎么没用了？那边的，你再看一下。感谢沈员外大哥，福建烤老鼠，机子有问题啊，都接到地了，可能是没一直响，本来应该不响才对。你们没有玩过这个吗？我小的时候我家里也有，叫电猫。那个时候，哇呀，我们家的玉米地里面一天我爸都可以打一筐。但是我家那里没人吃呗，老鼠没人吃，全部把它埋掉。兄弟们，还差两个人头啊，凑一凑。福建人把老鼠吃完了，怎么可能？老鼠还能吃得完啊？你知道老鼠繁殖能力几强吗？一年生三四窝的，一窝六七个，四五个，很多。老鼠整不完的。好，我们先到车上坐一下。
这个灯怎么亮啊？喝了它又香气的力。在车里会没信号。要下雨了，要下雨了。妈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以前也是用铁棍子插住的吗？是啊。我记得我家以前是用木工插住的。电是够的，12伏。哎，你现在下雨了，就停了一会儿，他们。下雨了，不弄。好，也有可能。闭上眼，下雨啊！他妈的，刚上来就抓老鼠，妈的就下雨了，操！气死个人呢，兄弟们！看看这个山上有没有眼睛啊？无语，又开始下雨了。闭上眼，看见天堂。有一条狗哎，
给你个烟抽，好，你接个。来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，两只，过来。这个狗想咬我，他妈逼！是哥哥弟弟，他俩会打架的，这两个狗很搞笑。你闻他的屁股干嘛你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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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过来！就他妈知道摇尾巴不过来。小白，卧下，卧。不会误，笨死了。红眼病，这一只跑掉耶。还是你听话哦，你都会误，他都不会误。你是不是想咬我？我操！我怎么感觉你想咬我了？他想把它放开了我。那一只他妈都跑去睡觉了。很想出去玩，这个狗兴奋度很高。兄弟们，差两个人头帮我凑一下呀。哦，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我，臭狗屎啊！老鼠卖不卖？主播没抓到，卖个锤子，来抓下鱼了呗。又开始下雨了。一下雨就抓不了。
没想过的，好久不见。可以啊，这里还有一只兔子了。兔子，兔子，你在吃饭啊？找洞放夹子，我们用电打的哦，直接用电的哦。哦，这里有个老鼠，我刚才看到了，看看看，这老鼠看，看看看，嘘嘘，在这个里面，它跟兔子在一起，兔子窝里。看到了吗？在兔子窝里，我操！看到了没有？哎，老鼠，老鼠不会怕兔子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看看看，有一只，等一下把这只先抓来，它在这个窝里。这里老鼠很多，哦，在那里，看看看，看看看，看看看到了吗？看看，嘿，这兔子都被吓死了，抓来干啥？抓来吃。照你，照你，它在那里藏起来了。这兔子也搞笑的，它都不打老鼠的。我要我是我他妈打死这个老鼠。就把它赶出来，把那个老鼠赶出来。兔子不怕老鼠的，我才发现。我把这个老鼠给它看住了。福建烤老鼠很好吃的了，这里面有一只啊，兄弟们，它在兔子窝里面。我只要这里守住了，它就出不来的。那它还在里面，它还在里面呢，它出不来了。这小兔生下来都会被老鼠吃掉，糟蹋吗？这老鼠太坏了！快，兔子把老鼠赶出来！我觉得这兔子好凶啊，它不知道从哪里进去的，应该是从这个缝里面。找不到它，大家用强光手电来找它。在抓老鼠，兄弟们。刚过了个飞机，这兔子发飙了，信号很不好。在抓老鼠啊，兄弟们，这里有一只老鼠的，这个里边本来想用电来抓的，没弄好，设备没弄好。老鼠可以吃很香，我没吃过老鼠。这个兔子有点可爱吧，这里面有一只的，我看一下它在哪里。等一下叫那个欢迎一库啊，我看看这老鼠呢，哦，在那里，看到它了吗？
看到吗？它被兔子打到这里了，看到吗？哎，这个老鼠还挺大的，看到吗，兄弟们？看到吗？它就藏在这里了，看到吧？看到吧？在动，看到吗？现在看不见，看到吗？就这个就是老鼠，等一下把它抓住来。我现在这个兔子还挺凶的，它把这老鼠，它想从这里出，我操，把它赶着过去。操，赶进去，不能让它从这个口上出，它就想从这个。没看到，等一下抓来给你们看。先把这里塞住来抓，操！不能让它跑掉，它就是从这个粪里面跑出去的。这只兔子一直在赶它，它不敢动。老鼠竟然会跑到兔子窝里来，先打死一只算一只。欢迎布甲哥，欢迎布甲哥，布甲哥晚上好。兄弟们，人头凑两个，还差两个人头，套手套别被咬了，不会嘞。你看这个兔子一直，哎，又差点出来，我操！把这里要堵到来，兔子在赶它的，它就从这里出来的，把这里堵到来，它想跑，不能让它跑了。兔子跟我一直在抓，一起在，看它会过来，要罩住它了，不能让它跑了。他出来我就一拳打死他，这兔子一直想抓他，守住了。我那个大哥还没来，我那个大哥来就抓得到他。这竟然跑到兔子窝里有饲料吃，他来吃饲料的，他就是从这个缝里面出去进去的。他怎么还没下来？抓逮不到，逮得到，把这里拿袋子给他塞住来，然后就抓得到了。他在那里藏到了，我看一下，他在那里的，我看得见他，他只有这一个出口出得去，别的地方他出不去了。兔子会吃啊，有狗子就好抓，狗不会抓老鼠的，它这里有三条狗都不会抓，狗是有三条狗，但是那个狗不会抓老鼠的。我说兔子怎么今天这么活，它一直用脚蹬。这个兔子算大的，这么大的兔子，老鼠它就是来偷一下，偷吃一下兔子的料，知道吧，它不敢跟兔子怎么样的。兔子的爪子会蹬它，你看这兔子一直想抓，等于说把它窝占掉了嘛，兔子也很兴奋，想赶它出来。兔子就一直吓它，跳来跳去的，想把它吓走。它又去赶了，你看这个兔子很聪明，它就会去进去看，可以赶到这里来，看看看，看看到吗？我把摄像头放在里面。看到吧？爪子，看到吧？在那里，看到吧？兔子一直想赶，叫小舅妈来帮忙。等一下，我上面有个大哥，叫那个大哥了。兔子进去会赶他出来的。一砖头拍死他，他这个粪可能都跑了出来，这个粪是最大的，他就从这个粪进去的。等啥？等抓老鼠啊！因为这个兔子窝里面有这个东西吃，他就会跑来吃兔子的东西。这边吃老鼠吗？吃哎，福建人不是专门吃老鼠啊！你看这个兔子，你看他故意吓他故意吓这个老鼠。
他故意用爪子吓他。你看他一直吓他这个兔子，这个兔子也很坏呀。他怎么还没下来呢？我这个大哥，快下来吧，这一只先抓到了再说。来守住它了，不能让这个老鼠跑了。专门抓老鼠来了吗？对啊，本来今天晚上拿那个垫的在猪圈那里垫的，妈下雨了吧这一会儿，然后那个机器有点问题，哇操，这里好多老鼠哎，先把这一只搞定再说。兄弟们，人头差两个，凑两个人头啊！啊，艾特一下路飞，快点！艾特，求求你们了，艾特一下路飞吧，快点！一会艾特一下路飞，快点，群里面喊一下。两个人头到现在没凑够。你看这个灯光打的，雨下大了。这个兔子会吓老鼠的。这两天雨太烦了。这不把阿星完成了吗？我也，这个人头太难过了。我要看着点这个老鼠，不能让这个老鼠跑了。他又过来了，我打个电话来。群哥们还是有点用啊，啊，凑个人头啊啥的，兄弟们不挺好吗？对不对？他怎么还没下来呀？我不敢走啊，我一走这个老鼠就会跑掉。有什么东西把它塞住了？这塞不住啊，我操。这边子出不去。兔子去抓了，兔子进去干老鼠去了。快出来快出来。人老鼠跑掉了，快点，兔子快点出来啊，操。不用烟熏。我就怕老鼠跑掉，知道吧。我把它顶出来。好。看你怎么跑，操。它跑不掉了，这个老鼠。等一下把这边门打开来看，快出来兔子，快出来，操，不用烟熏的，他跑不掉了，待会他套着手套来抓他，躲起来的。我看一下这个老鼠现在在哪里，看一下哈，被兔子挡到，快出来快出来，
照你眼睛，你怕不怕？哦，老虎都没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看到它，它在那个里面，它在那个里面，在那个角落里面。啊，这又跑过来了，看看看，操，你还想跑啊？这边也全部堵到了，看它又跑到这里了，那边被我顶到，它出不去了，它在那里，哦，夹到它了。哎呦，操，跑掉了！他妈的，他从这里跑掉了，看在这里，嘘，跑下去了。操，在那里，跑掉也操没意思，跑掉了，里面还有个洞，无语。菜逼啊，我一个人没办法弄，要直播住。我看一下上面那个电的可能好了，我那个大哥都没下来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抓了个寂寞，缺少经验，我一个人没办法抓。要两个人抓，狗的眼睛好红啊！狗的眼睛晚上，动物的眼睛晚上都是发光的，鸡的也会发光的，它上面在垫着。没弄了，走了，下雨。我开车出来了，哎，我找到，我再等他一下就好了。来抓老鼠，没电了，不是没电了，下雨，一下雨那个电的那个机器就不好电。明白吧？没有抓到哎，我差点抓到一个。我操！刚才那个兔子圈里面一个，啊，我把它堵住了，跑掉了，被我紧赶跑掉了。它电压不够呗？是电压的问题是吧？哎，确定？是啊，我去那边试了一下了。哦，原来是电压的。太久没去用了。那个我刚刚也是差点被我按到一只老鼠的。我跑到饲料堆里面去，我一看兔子窝里面它一只，它想跑出来我就堵住了，最后它从那边角落里不知道怎么挤。你用你那皮筋打它呀，不是？我没有那个。啊？没有。用那弹弓啊，弹弓打它呀。弹弓没带住。哦。本来那个窝里那一只就可以把它抓到了。抓住来把它绑住，吊在树上。是。然后我用弹弓来练靶子。我明天拿来充电。现在充电最少要充半个小时以上。原来是电压不足是吧？是。我以为什么原因？直接把电接上去它就可以是吧？直接，对。我怕它充坏。我怕那是会冲坏的，电瓶怕冲坏掉。不是探灵啊，兄弟们，来抓老鼠的，下雨了。现在下雨也不能抓。电瓶也没电。现在回家。回家喝酒。哼。欢迎挪威森林啊，欢迎他在这边。
是老鼠是多的，老鼠是很多。明天把那狗给拴住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拴住，把关到房子里面去。那下面最多老鼠。狗会抓老鼠吗？狗啊，也会抓。抓是会抓，它抓不到。太多东西，杂物太多了。现在回家抓老鼠没抓到，哎，雨太多了。我看广西人还有人卖老鼠肉啊，那很正常，很正常。福建也有老鼠干，还是一道名菜嘞。闽南八大干，闽西不是闽南，哦，闽西啊。这老鼠是那种黑老鼠哈？黑老鼠。这种老鼠能吃啊？我上次抓了一只最大的，可能会快有一斤了。哦，好吃吗？哎，好吃吗？拿来炒好吃，拿酒去炒很好吃。一斤它就吃四两半。他妈，你说聪明不聪明？会跑到兔子窝里面去吃那个饲料呗？是。那个兔子也不吓他，兔子一直在赶他。子俊脚噔噔噔一直在那里蹬。你在那里看看。我一直看住他。兄弟们，这个是他们村里面的，这个叫这个叫有名字吗？回去唱会歌，好，马上到家了。欢迎内涵哥，欢迎毕哥哥。哇，感谢中队哥的飞机啊，大起。未知去哪里啊？去玩。竟然不打麻将了，这一帮人。都回去了。好玩。没抓到的就不好玩，抓到就好玩。明天早上我来去把电充满来往上面。好。就这么说，我去门口逛一圈。去门口干逛什么？那我也去逛。好，走。这样干嘛？快点！上车了，快穿！刚才有装好没有？
好，洗一下手。那我们回去直播吗？还是想去玩？去也没什么好玩的，算了，回去直播吧。我去干嘛？我上去，我上去，我去直播一下。哎呀，一不小心就自摸了。等我换个衣服。哎呀，我今天把门拿下了。换套鞋吗？这套鞋弹飞掉了，已经买了一套很牛逼的鞋。狼哥，汪峰的硬币可以吧？肯定可以啊，必须可以啊！换一套新鞋来弹给你，好不好？反正没事做。就用手机播吧，电脑那个摄像头不好看，可以吧？行不行？除了阳光，没有什么可以。
新加坡怎么了？欢迎刘粉丝牌这位情怀，欢迎大哥，大哥你好。哎呀哎呀，新年新气象，给我的吉他一擦一擦。对，换套琴弦，这个去年的琴弦，去年好像换了三副还是两副。这次买了一副，听说是挺屌的，大神级别的。看一下这种琴弦怎么样？擦一擦。你们会换琴弦吗？教你们换琴弦，好吧。一弦、二弦、六弦，先装六弦。听说这个弦挺屌的，我们先来试一下，都贵很多。这是镀了银的，银还是叫什么？哎呦，这个是厉害的，这个，这里面的钢丝都更粗。完了，这个去掉算了。
这个弦好像。好像很闷，感觉没那么火。阿拉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换吉他弦。这个吉他弦上面有白银的，所以它的声音，我听说是还可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试一下，买来还没装。你的虎口怎么受伤了？这里啊，前两天不是上上峰家里面演那个舞龙嘛，我去打鼓打的，打那个鼓打的，明白了吗？打鼓还受伤了，我靠，一天打4-5个小时。那一天就把我打受伤了。去别的村里面，然后我就一直打住，打了4个小时，打完回来就受伤了。没有回青海，今年没有回去，明年回。今年回青海的机会多哦。向上峰啊，他去刚才应该是去买东西去了吧？这两天还是谁打麻将没人打了？二弦，年轻人都出门了，是的，本来我也出去了，我正月16就出去，然后这两天下雨，我出去也做不了什么节目，所以就没出去，就窝在家里。对，这个弦很粗啊，第一次装这么粗的弦。不知道音质怎么样。下次继续抓老鼠吧，明天抓呀，今天电没充好耶，大哥电没充好耶，电充好是今天都抓得到。肯定要去抓。
明天抓，必须抓一个看看。那抓是很容易的，设备弄好抓是很简单的，设备没弄好。莎莎昨晚半夜还问我播不播，干嘛？干嘛？小莎莎问我播不播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肯定播呀，我只不过时间未到啊。莎莎回来直播了吗？没有哎。哦，他跟我一个工会的。他就没看你到你播。哦。我前天还播了呀。怎么会掉下来？这两天我看别的主播播的也不怎么好，是不是？大哥是那个，感觉比年前更难播了。今年不知道为什么，有那种感觉吗？年前感觉还可以，年后反而更不好播了。骚骚在街边，不是主播小骚骚。哦，我就说宁波小骚骚，我跟他也不是很熟啊，他问我干嘛。这个吉他小，啊不，这个吉他稍微小一点，明白了吗，兄弟？这个吉他小一点，所以它的弦就会……哎，我另外一个手机呢？我来调个音。哎，我另外一个手机我……
这个吉他是36寸的。一个星星，这个香好像装很多缸，很紧啊，这个弦。把弹拉断，感谢小佳哥哥的飞机。谢谢小佳哥哥，还没调好，心弦没那么快。
什么清香的牌子啊？这个是什么牌子？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先我搞一下，还得调一遍。这个香，弹指弹的香。吉他弦有点硬，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，还没下课，静音来看看。我昨天这两天，哎呀，也没播，没怎么好播，确实是。多播点，十二点稍稍在街边就摸进来了。这两天都喝醉了，主要是，喝大了呗。不喝大肯定就没事嘛。喝大一喝大你懂的。早上凌晨三四点钟起来我就直播打游戏。最近睡不着啊你，差不多。可以啊。那些花儿，好。走音主要是，弹一下就好了。Thank you.
拿个指甲刀。稍微打掉一点，有点太长了。我是不是太磨叽了呀？但也没事，也没事干，边聊天边弄呗，可以吗，兄弟们？今天晚上也喝了一点。今天星期五，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明天不用上班，回来了。那今天我没敢多喝。因为我今天晚上就想直播的，就喝了三杯。家人们，人头凑一凑呗。多好的线，他妈的被骗了！我买过来将近150啊，这一套线，我平时用的都是30块钱、20块钱的线，这一套买过来150，硬币的歌词，硬币的歌词。大哥，先大哥先来唱一首硬币啊，然后那个他哥那个谁点的，中队哥点的，你没来之前他就点了，他完了才是你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笼罩世界，除了雨没有什么可以画出彩虹，除了雪没有什么可以洁白大地，除了风没有什么可以吹动树叶，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绝望，有没有听见痛彻心扉的哭声，你有没有感到心如花朵般枯萎，你有没有体验过生命有多无可奈何，除了你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眷恋，除了悲伤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忘却，除了宽容没有什么可以让你释怀，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